待这个词很迷人，让人充满无限期待。如果我现在你告诉我有个人在等我，我会觉得很暖心。无论这个人是我父母也好，或者是我心爱的人也好，就觉得等待这个词就是很浪漫的一个词。其实这本书是在我很早以前我就看过了，大学的时候吧，也是朋友推荐的，说这本书特别的感人，说看过了都哭得稀里哗啦的。我还看过他的电影，改编的电影，小巴跟他的主人的那一段感情，其实是特别真挚的。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在下雪，然后小巴就等在那个雪里，就是你能感受到他非常的冷，非常的难受，但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，还是望着那个车站的出口，这是让我觉得很虐心的一点。就哪怕他已经身体已经很虚弱，但他的精神还在支撑他。东京二月会下雪，三月也经常下，但对小巴来说，寒冷、大风，还有把他淋透的大雨都不算什么。每到五点半，他都会准时等在涩谷站门口，看着过往的每一位乘客。还有养一只猫，叫坚果，然后是一只短腿猫，是一个姑娘。因为我才把它接回来的时候，它很小，然后它只有这么小一个，然后它就缩在一起，就很像一只坚果，所以我觉得啊，那就叫它坚果吧。我第一次把它带回家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是惊恐和不安，实话实说，因为可能这种小动物其实就是充满着不安全感。但是当我给它喂食，给它帮它顺毛的时候，它的呼噜噜，就是那种猫一高兴就会有呼噜噜的声音，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它已经接受我了。一直都想养一只猫或者是狗，但是爸妈就是会不同意。但我妈妈以前我上学的时候，我妈就不准我养，就说特别掉毛啊，难打理啊。坚果现在已经取代了我在我家的地位了。就是我上次春节的时候回重庆家里的时候，我妈就还让她睡我的床。就是以前坚果是肯定不能上床的，因为掉毛，然后我妈居然让她上我的床，然后还把我的床让给了坚果。一旦你决定要养一只宠物的时候，其实他们的世界就只有你了。所以我们还可以有很多朋友，但是其实对于小动物来说，它的世界只有你。小巴以与从前相同的方式开始了新的一天、新的一月、新的一年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它就会回到旧车厢下，卧在铁轨间，闭上眼睛开始做梦。他梦见在代代木公园的散步，梦见蝴蝶和上野教授，梦见花开的樱花树和教授愉快地唱起了歌谣，而梦见最多的场景就是教授伸出手和他道别，让他待在这儿，在涩谷车站等他回来。正是这梦境给予了他力量和勇气，鼓舞他坚持每天来到车站，因为也许他一直盼望的那一刻就要来了。我小时候没有少挨打，就调皮捣蛋，有的没的把衣服弄脏，每天都脏兮兮的回家。我跟我父母相处的模式其实就是一个父母跟孩子的相处模式，不算苛刻吧，就是严格。我妈一直都坚信黄金棍下出好人。我爸爸会从小其实都会对我说的一句话，就是你自己做的选择就不要后悔。我觉得这句话影响我啊、影响我到现在吧。我跟我爸妈，就是我们三个会有个群，就微信会有个群，他们会告诉我他们在干嘛。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好玩的，我会拍给他们，他们看到坚果有些好玩的，我妈妈也会发给我。我觉得亲人的意义其实就在这里，无论你相隔多远，其实那份牵绊是一直都在的。
十年的寒冷、饥饿、失落、挫败、绝望算什么？什么都不算，只要心里坚信能够再次见到上野教授，就什么都不算。我是不会做被迫的事情的，就如果你要被迫让我做一些事情，我会拒绝。目前来说，因为我认为只有你真正热爱一件事情，你才能把它做好，所以我目前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我热爱的。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，就我们能做好的那就是当下嘛。我交出了一份答卷，然后答卷给了我答案，给了我反响，仅此而已。没有一件事情是一步登天，我认为所有的成果，所有出来的结果都有一个积累的过程，所以这个积累就需要坚持。怕的就是没有事情做，这是最可怕的。也有空窗期，会迷茫，会不知道长远的路到底在哪里，要怎么走。告诉自己活下去，其实每天都有每天的事情，就告诉自己现在那我要干什么。空窗不能就是这样白白的度过吧。健身，那个时候胖150左右，减肥，多看看书，那段时间多看看电影，就多上上课，表演课、舞蹈课、声乐课，那段时间其实都在进行，只是那段时间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空窗期，但是其实每天都有事情在做，我觉得这就够了。其实为什么我当时会觉得说要做好自己的事情，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当机会来了能不能抓住，其实就靠平时的积累。你好小巴，还在等他吗？